安徽省作为长三角经济带上的重点发展区域，2021年随着交通双核心合肥阜阳高铁网络及多条高速公路建设的推进，该省砂石骨料需求量增长 7.5%。 在此背景下，世邦集团凭借多年来耕耘在安徽砂石骨料市场的成功经验，依靠过硬的技术和专业的服务，在安徽与辉头等诸多企业通力合作，打造了一批又一批的精品砂石骨料项目。未来，世邦集团将继续努力，为安徽打造更多现代化、绿色、高品质砂石骨料项目，助力安徽及长三角“十四五”建设发展。